是哪来的想法要骗他？无聊。那等于是剧组中的开心果，就是为整他。整是开心果，整是开心果。没有，那天我没有拍，在家里。但是我们还是有恭喜你，我们那一天很开心。谢谢。那是我们在拍结局。对。哦，幻听红帽。来，继续入戏。没有讯号的身体，然后一直在找讯号这样子。然后一直在那边找，哎，换。在看直播。哎、欸，还没有，可以现在可以凹一下了。冠廷明要请客吗？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学姐凹学弟。内容都会对他很凶。我对你凶吗？我他对大家都很好。他说不赢我。我有一天下雨，然后传讯息给他，我说冠廷，导演决定加一场你在雨里面走路的戏，我们在你家旁边。那种人在屏东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要现在去打狗，来得及吗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然后他还把整个谎都讲得很好，说导演因为导演现在在厕所还是什么，所以我先发给你，待会你经纪人会跟你联络。类似他跟我讲说，可是怎么办？我在屏东，我在屏东。我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要去屏东都不会先说一声。没有，他最后啊，我说什么？算了，我们还是改戏好了。今天怎么？他也是继续在那种。演完，然后就让我带着亏欠度过那个假期。那等于是剧组中的开心果，就是为整他。整是开心果，整是开心果。哪里开心？对啊，一直造成他的困扰。你们都没有完整他。没有啊，我可以玩他们。然后呢，我如果要上戏的时候，他们过来玩我，我就会说不好意思，生气。对。我现在要演戏了。对戏时候注意这样对口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凯旋很厉害，他演这些东西他都不会笑，但是我真的会受不了，我真的会笑出来。我后来发现我会笑，我看到你，我不能看你鼻孔。他在忍笑的时候，他会。然后你看他鼻孔在扩张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太好笑了，你就会就是会失控。发现我在看。演那种荒谬的，我都只能看你的嘴唇。我觉得我们是四个很有趣的灵魂，被塞在一部很严肃的戏。其实我们四个演喜剧应该蛮有趣的。Second season 了，好的，陈昭沃喜剧。我们就一样的戏，完全一模一样的戏，剧情都没换。对，完全没有换，然后换喜剧研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，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